发生什么事？没事。好，来先拿年历。我们现在请在看我们 LB 直播的观众朋友，先帮我们分享分享这个直播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个直播。超过300人以后，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第一波有奖征答。是的，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拿到这个奖品。那么这个奖品呢，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《逃跑吧，好兄弟》的贴纸。这是一个防伪标签的概念，是浮水印的一个概念，没错。对，我们有浮水，还有浮水印哦。那这个还有浮水肉羹吗？嗯，好像有哦。对，那这个每一本2018年的年历呢，上面都有康哥，还有我们三位好跑吧好兄弟的签名，还有老师，还有老师的签名，是的。还是大家希望加码再加制作人的签名。哎，是不用哎。加工作人的签名，现在几人？现在294。294已经快突破300了。315。OK， 好，今天要如何获得我们这个精美的淘宝吧好兄弟的年历呢？请问，这个我们现在送的这两本呢，是让现在有在看直播的朋友直接可以得到的哦。最快答出来的2位可以获得哦，所以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大家要抢快哦，比这个打字的速度哦，不分国界，不管你在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新加坡、美国，也不分你是在台北还是桃园、新竹、竹南、苗栗、三义、圣心、旧泰安公园、台中、成功、彰化、园林、二水、斗六、本门、嘉义、后壁、龙岩、永康、台南、保安、桥头、高雄、屏东、宝来、都了、日本、来到关山市场。你要不赶快先出题目？联系的书王五文也交易，最后再回到台北。所以说平常就要关注我们的粉专的，因为我们时不时会在粉专送给我们粉专朋友独家礼，这个今天就是了。一年只送20份哦，一年只送20份，所以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有福了。好，请问是今天我们淘宝吧好兄弟要播出的节目内容是什么？主题是什么？主题是什么？主题是什么？总共有5个字，切记这5个字，连字都要写对，不能谐音，不能写错字。对，我们是非常严格，非常的。我看到第一个喽，蔡依璇。嗯，依璇答对了。答对了吗？嗯。他答什么？胡。滨大饭店，他自己是对的。恭喜你答对了，没错，今天我们就要去湖滨大饭店。是是错，没有前面呢、啊，一个，恭喜一个，获得我们淘宝的名字之外，也获得我们在鬼屋叫你的名字一次哦。蔡一璇，蔡一璇，蔡一璇。好，第二个答的字有错，第三个也有错。哦，都错哪一个字？都错哪一个字？错滨吗？哎、欸，是的，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一个啊，第二个是 VW 刘吗？是湖滨大饭店是对的。恭喜这位刘小姐吗？嗯，应该是 VW 刘 VIDA VIDA 应该是 VIDA 吧 ？VIDA VW 恭喜你，两个，所以现在已经两个了，就是一个是蔡依璇，一个是 VW 啊，我按到，先不回去，我按到我自己，尴尬。真的有有，网友可以截刚刚那个图，就是让我们淘宝吧好兄弟更专业，不用这样。对对，总之呢，恭喜两位我们的小桃子可以获得我们精美2018年由我们主持人们还有老师们的签名年历哦。所以再次提醒大家，平常需要关注我们的粉专，然后跟我们。粉专时常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对，那之前呢，就是有一个非常忠实的观众，对，他收到了我们在这个粉专的这个礼物以后呢，他非常非常开心，是的，于是他非常的 nice， 竟然回送了一个礼物，然后是否医生的哦。指明要给我的，为什么我没有啊？因为你休息太久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没有呢？你休息那么久，你要怪谁？可是我因为那个，你那个来，对，啊，你那个来一个月啊，对啊，你那个好长啊，因为不舒服嘛，最近身体状况比较差一点。对啦，你要多喝那个四物汤啊。对啦，好，多补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这边进行一个开箱文，看看这个亲爱的小桃子到底回送我什么礼物。哎，其实好开心啊，开心哈、哦，我第一次。收到来自运心的事的观众朋友送给我的礼物，来自观众的礼物，真的，来自观众的礼物。好，还等一下，今天除了这两份之外，还有两份是会在看完节目之后的有奖征答。那题目等他拆完礼物之后，我们再来出，所以还有两个机会哦，大家不要气馁。所以先不要转台，大家先陪我一起来开箱，看一下我到底收到了什么礼物。它这个上面是瓷器耶，它上面
上面有写艺术。Oh my god！ 什么了吗？是个 on 吗？该不会收到一个 on 吧 ？on 哎、欸，反正你一定会用到啊。你也会用到啊，而且我觉得你比我早会用到哎、欸。不会，我比你要不要你先拿着？我比你年轻，不行啊，人家送你的东西你还要推脱。会不会是那种就是陶瓷的金童玉女？那送我的那位观众叫什么啊？哎，上面有写，上面有写名字。有，上面有他的名字。谢一下他。姓讲姓就好了，不要把名字、全名讲出来。把地址念出来。吴小姐，嘉义的吴小姐，我女生哎、欸。对。感谢你，我收到你寄来的礼物了。他好像很喜欢伊森。吴小姐，我很期待你送。超级开心的，我们都是你的，谢谢。你不要再请假就可以了。啊，打开了，是一个保利龙。开箱文。水果。包装的很仔细耶。哦，等一下，它有两个，一个紫色，一个绿色。果然是金童玉女啊！两个硬，两个来这边给我。虽然这不是我的礼物，但是呢，我要帮忙切割。好紧张哦！开礼物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圣诞节特别的资格。对啊。好，到底这个嘉义的小桃子送我什么礼物呢，吴小姐？一、二、三。啊？哎、欸，一个嗨耶！啊 啊, 啊！是什么？可爱了。是什么？超级可爱的。哎、欸，盒子好可爱哦、喔。它里面是很厚重的东西耶。再猜，还是它只是这只是个盒子？可是光盒子我就很喜欢，因为这盒子好可爱哦、喔啊。那你拿盒子，我拿礼物。然后里面，哦，天哪，我知道是什么，是什么？是一个哦，好可爱，小锅子啊，好可爱哦，陶瓷锅吗？对，你一个人住在家里，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料理啊。天哪，太可爱了吧！谢谢你，我超感动的哎，好可爱，你看，好适合哦，盖上去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它盖子上面还有这个小兔子哎，对。而且它的颜色是那种粉色的。哎、居然有人说我想要，不好意思，是宋医生的哦，不要这样子。来，现在呢，我出题目。不可以，那是网友送的。那、啊、是人家送的。哦，泡面碗，你常吃泡面吗？我常吃泡面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对，它的容量刚好是，而且一个泡面的容量。你除了煮泡面之外，你煮一些料理、你想让它保温。你就可以用这个盖子，哇，我可要疗愈哦。或者是你吃咖喱饭或什么的面啊，对，对啊，而且有种日式的感觉，对，好适合你哦。哎，适合你，我觉得你家就缺这个颜色，就是那种缤纷可爱的颜色。怎样？我家是很死气沉沉，是不是？你家不是黑就是白就是灰啊？你在乱讲。谢谢你，好可爱哦。我少女心大喷发。他说盖子可以放手机。哦、有人是这样，线上吗？我不晓得是不是他，姓杨吗？不是吧？是吗？是信仰吗？我知道他这个怎么用了啦。哦，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平常在吃面的时候，不是都想要边追剧边吃面吗？对啊。然后你的手机就可以架在这边。哦，好棒哦！然后你就在那边吃泡面，然后手机就好可爱哦。我靠 ！Oh my god！ 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！这公仔就拆下来，就可以，我就可以。你就把盖子带走就好了。哎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用心之外，非常非常实用的。而且他好好哦，人真的太好了耶！太感动了，谢谢你。有人说我想送珍珍礼物耶，就一样寄到全能制作。对，可以把一些，比如说香花灯茶果啊，罐头塔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嘿，体积小一点的，就罐头塔，我可以选择罐头的口味吗？我喜欢吃那个，不要啦！非常非常开心，谢谢你，我收到你的礼物了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，这个非常可爱耶，真的很棒哎。好，我收完礼物以后呢，一个人用得到两个吗？你一个人用不到两个，你不可能一个人在家煮两碗面吧？你去他家，他可以煮给你吃啊。你来我家做客的时候，那我以后每次去完鬼屋外景都去你家做客，可以吗？你平常的时候，白天的时候。算好时辰再来，所以就是只要过了那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当到晚上的时候，马上就要送回家。有网友这边写很好笑，直播完会不会大家都开始送主持人礼物？这个是不用啦，真的不用。但如果你们真的想送的话，还是比较好的。对呀、啊，不要让你们破费，而且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。对，但是就是你们愿意看我们的节目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愿意看我们首播，或是愿意支持我们，我们都会很开心。对，送礼的一个这个大直播，因为刚刚没有拿到这个年历的朋友没关系，我们今天还会再送出两份年历。要如何获得呢？就是待会11点钟的时候，我们会播出湖滨大饭店这集的内容。请问。我们第三关的任务
三关的任务要执行的内容是什么？谁执？谁执行的？两个答案，谁执行的？还有执行的内容是什么？对。然后你看完这个播出以后，12点钟回到我们的粉专，留下正确的这个答案。我们从12点钟过后才会计算哦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在这个正确人当中挑出2位，送出这个2018年的年历。这个年历是绝无仅有，是非常非常稀少的哟，所以要好好把握。当你在收看节目或者平常在家的时候，你无聊看到我们这个照片，你就会想到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做过这么多外景，有录过这么多有趣的节目之外，还有千灵陪伴着你度过2018年哦。”而且你想想看，别的艺人什么的，他们那种年历可能一本就要卖399、499之类的，我们是完全免费，就是回馈给我们观众朋友的。非常谢谢大家愿意支持粉专私讯。 对，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淘宝宝好兄弟从2016年跨到2017年，现在跨到2018年，前一阵才进榜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到了不管是每一年，可能是2030年啊，2040年，我们可以继续。您老了走不动的时候还要继续吗？对，继续，我们推轮椅来出外景。对，所以请大家待会一定要锁定11点钟，在未来综合台播出的《淘爸爸好兄弟》。嗯哼，开心，我要去收礼物啦。对，开心，开心。老师今天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那我们待会节目见喽。嗯，老师也有签名哦。老师有签名哦。真的很想要，可以再说一次题目吗？有人在问。题目就是，拍谁干么？题目就是听清楚哦，今天的湖滨大饭店最后一关，也就是第三关的任务，是由谁执行？任务内容是什么？两个答案在节目播出之后的12点呢，写下你答案，寄送到我们的粉丝专页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2018年的签名年历哦。是不是？老师是不是很实用？非常实用哦。对，所以希望呢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，也要多多支持老师的新书哦。哎，怎么突然有这一句？好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待会节目见喽。嗯，拜拜。开心再收礼物，开心一点。好，上手没有地方看。哎，拜拜。